一分钟轻松学拉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杜老师。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解的是牛仔的醉酒步。首先，我先带大家来做一遍这个动作最基本的做法。准备 ：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今天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在醉酒步里面的升降问题，因为在醉酒步里大家最容易犯错的地方也是在升降上，所以我先把升降给大家讲明。一分钟轻松学拉丁。今天牛仔醉酒步的内容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点心加关注。